27岁的上海峰山医院仁鄂医生刘凯，陪伴着病床上的87岁老人，沐浴在夕阳下，一轮暖阳，两个身影。目光是同一个方向，人间值得，有你真好。本来有这么多战友过来，其实我今天大可不必过来，但是我今天来了，还是倍感激动，因为很多人问我，他说今天这里有很多的演艺界明星。
问我啊。